我左边。 没死啊，死啊！伤害真低啊！不好，大哥！很好，大哥！他的落了，没有可能，他队友在水上。他在爆点，他在爆点，他说两个，听到没？那只能在水上，不去了。哎，打了。那个石头，水塔外面那个石头打标了。左边有一个标点，标点这个水管子那有一个。 准备打图，打了，我近点这有个人了，平安人呢？看不到，两个好像。等我一下，我下来了。不知道。我来打他。救你！救你！救！ 我操，这喷子差点给我一击毙命啊！我操，流死了！我操，我没发现他 ED， 左边把左边上了，啊，算了，我进去了。不要上房顶，倒一个。大仓有个残的，大仓也倒了一个。喂，丢雷了！池子里面。 我带了双狙，可以对。倒了，烂尾楼顶倒了，楼顶倒了，烂尾楼顶倒了。平房去支援，我可以架。你们打平房没人，好像都在那儿了。哎，我操！哥们，平房没人。你别被他打，我去把他掰了，补的。 二两，你一倒二倒，我二楼有个人，我在车后面也可以救。我这倒了，刘帅的倒了，人在二楼吗？哎，死了死了，我操，文哥，你刚说完这句话都没说。不是他这个布帮我不知道呀，看不懂啊。 这边，厕所也有一个，至少俩。这么能输出吗？还行。这么爽吗，兄弟？他的位置太舒服了，我看着都舒服。 还马了，围墙边，我马上拿。二刀，有机会就扶，不安全，不用起烟。一滴，红色 ，OK， 对了，死了。 干了！哎，我被二层楼看见了，我气的，能救吗？我救不了。操，看见了，计划失败了。那边缺把石头。